手机震动着在桌边，诱惑我想偷看是谁来电，要不要交换手机来一天，会不会明天就分手再见。这位是谁好亮眼嫌犯泪，那 B 小姐的讯息太暧昧，你说我还不是留着从前和她的照片，难道遗憾还有些？两个人背后有几张脸，多少表情看不见，敢不敢看进我灵魂里面，哦，让我和你赤裸赤心聊天。不见，敢不敢看？